那时候路过人看到我，一直觉得我是个神经病。哎呦，哎呀，为了跟你合影。环完一圈了，这么快？比我都快啊！你从这才一个小时，我也环完了。你下一站去哪儿啊？去伊犁。你也去伊犁啊？嗯。今天晚上去？我直接去了，两个小时差不多能到了。天黑之前。你在伊犁待多久啊？我应该就明天就走吧。啊，我明天才去伊犁呢。啊，你不是要在这儿露营吗？对，我今天要在这儿露营。行。行。他走了哈。OK， 一路平安啊！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那摩托车就是快啊！哎呦，骑完之后真的腿好酸啊！这两片真的今天好酸啊，受不了了。这些大哥已经去伊犁了，不知道去伊犁我们还能不能遇到？应该不会了吧？像我们这种流浪在外、浪迹天涯的男人，应该不屑刻意的再来第二次、第三次喜相逢。就这样吧。好了，石头我就当仁不让，不客气了。耶！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本来准备把这颗石头丢到赛里木湖里面做纪念，这样岂有此理，就永远留在赛里木湖了。但是他们说，因为这上面有这个特殊颜料，就这个签名签字笔的这个漆，我都没想到。所以说，证明我的环保意识还是差了一些。看赛里木湖这么蓝，是我见过最蓝的湖，一定离不开大家对环境的保护，大家一定要多出去环保。最深有多深啊？92米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嘿嘿，上岸了。今天晚上想要顺利扎营，冲！太阳要下山了，一下就冷了。然后现在已经即将抵达营地，离日落还有20分钟，天还是亮的，我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扎营。赛湖很多地方其实是不允许露营的，因为要保护草地。来之前我没有联系过扎营地，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再询问一下。让我去问一下，他们是否依然愿意同意我在这里扎营？哎呀，这位置不错，可以靠湖。如果能在这里扎的话，就最好不过了。然后这个地也是相对来说没有绿化的，要不就在这儿吧。好像这地方就留给我扎了一样，视野还不错哦。大叔在刷牙，让我去问一下。你好，那个我看旁边那两块空地那里，今天晚上在那里扎个帐篷可以吗？行行行，我也不会有声音吵到你们，谢谢啊。行，那就那儿了。其实也不一定要住那儿，住这儿也行，垃圾站。好像也很适合我。我背了90公里的装备，终于要派上用场了，就在今晚。算上上一季乌兰不同，这是我今年做过最疯狂的事情。这是我第二次露营了，虽然这次的装备跟之前的不一样，但我仍打算独立完成。嘿嘿。带了一个最大的帐篷，虽然露营老师也有跟着，但我相信我可以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马上就要黑了，我
我得稍微抓紧一点时间。OK。不是这里的。哎，不错，太长了。没错，就是加油，加油！天快黑了。这里有个银色套房。还有感觉是套房。不对，明显错了。哦，我需求帮助了。看一下那天的教程。这次同样的操作，所以就银色的扣银色的这一边就好了。掉了，哎呦！腿酸气喘，这帐篷搭的我真的是又累又懵。总结成一个词，就是折腾。哎呀，哎呀，终于立起来了。往上去一二十一，那个灯点亮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不行，太饿了，先吃个这个。是吧？还去年湖南不同帐篷大，今年这要小一些。现在这个地啊，这往上反潮，搞得我现在有点冷。先把这个骑车裤子换下来。OK， 我现在换好衣服了，然后11:14，然后还是上次那个湖南不同的时候。准备了经典自热火锅，好吧？这个自热火锅呢，一是可以给我带来大量的热量，二呢是可以给这个帐篷里带来一点热气。然后趁这会儿我们出去把裙边收拾一下，因为今天还是挺冷的，气温只有0度左右，等到晚上一尝试会更冷。这个晚上说实话有点恐怖。放心，哎呀，放心。说实话，外面乌漆麻黑，确实挺恐怖的。我只能不停的说话，给自己鼓劲儿。这一片是我睡觉的地儿，所以一定要细心的准备好，这样子晚上睡觉才不会冷。看看这边，这边也是我睡觉的一侧。想说这边拿自行车压的，就不偷懒了。你看偷偷的没问题了。挺辛苦。
录音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而且感觉求死有点吓人啊。哎，可以看到我这个已经在冒烟了。能听到天鹅在那边叫，一会儿天鹅不会过来跟我抢火锅吃吧？这就是我要睡的这个里屋。第一步，我要把我的这个防潮垫先铺开。然后呢，条件非常优渥的我，还有第二个防潮垫。然后我就要练成功多年，骑车多年所练出的肺活量，把这个睡袋给吹满。枕头我拿出来吹一吹，我就可以非常安心的睡到自然醒。对 ，OK， 对，很软，黑拔丝，条件很好。啊，已经困了。啊，万事俱备，就等我的火锅热。我送了一杯热茶过来，一壶热茶。让我度过寒冷的今晚。哎，还是好人多。还差点什么？可以，吃。幸亏我带了本书，果然看了一会儿书，马上就困了。我今天没有洗澡，我是一个每天都要洗澡，不洗澡睡不着觉的人。忍一忍吧，其实也挺冷的。告诉自己，如果想洗澡的话，只有去赛里木湖里，这样一下就打消了念头。啊，我挺好的，我放心，放心放心。OK， 就这样了。晚安，家人们。晚安。就是嘞。冲。外面叽叽喳喳，早晨7:30的阳光打在我的帐篷上，好热呀。睡出汗了，看到了自己的自行车依然屹立在外面，仿佛在保护我，就是有安全感。哎呀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好肿的一张脸。豆豆也没有好一点。这是我的孩子。哎呦，掀起了你的，我抬头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脸。旭日东升的太阳。
大哥也起床了，那溜达呢。早晨的赛里木湖，美得沁人心脾。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看见我的帐篷，在远处，在这里。豪华拍摄，多机位。哇呀，地上亮晶晶的。还有一个机器。哎呀，北了坡，跑了冰了，病了排了，北了边了跑，跑了冰了怕了把了，标了冰了碰，标了冰了怕了碰，怕了冰了炮，走喽，哇！好幼稚啊！如果让我评价一波，有这波运镜。着实还可以，有种成为赛里木湖王的感觉。随口一说啊，发现我这三个 GoPro 摆这儿，哎呦我天，像做法一样。嘿嘿嘿，岂有此理！哎，他们应该都没起来，肚子好饿呀。收拾一下，跟大部队会合，然后吃一口热乎的，冲！拆帐篷喽！我怎么把这睡袋给弄进去？穿不进去。哎，先把这个睡垫系给放了。行。哎呀，队长您来了，您进来吧。你这是。我这个睡袋我怎么都收不起来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得使劲塞？哦，直接要这样塞就行了。对，不用折啊。不用折，气垫可能稍微短一点，但这个是不用折。原来这个不用折，折腾半天。现在讲究的是无痕露营啊，你们来之前什么样，死了之后还是什么样。哎 ，OK， 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腰都要断了，感觉。9:36，拆帐篷。机过来监视我一下。哎，给我转挡是吧？哎呦！哎！哎！不能进！不能进！